好，那我是李璇，然后我是 Plato 的 co-founder 跟 CEO。对，那刚刚 Rare 也已经就是介绍蛮多了，就是我的经验。那我这里再快速 recap 一下，就是对我目前是 Porto 跟 Plato 的 co-founder 跟 CEO。那在之前，其实我原本就是一个技术背景的，就是原本在电机系念大学部跟硕士，然后原本。研究所的时候其实是学就是 AI 跟基因演算法。那不过毕业之后，其实就是一直在做比较 general 的，就软体工程啊，倒也没有就是持续在做 AI 的部分。对，那有先后在不同的几家这个软体公司工作过。那其实我原本就已经毕业之前就有想说，接下来at some point 会想要创业。对，可是我自己规划的这个路径，就是我想要先去大公司先看看，然后越去不同规模的公司看。所以我先去了雅虎，然后后来就是加入 Agoda，然后后来又回到台湾的1七 Media，对，Agoda 是在泰国，对，然后反正就是这几家公司，它的也是就是规模就是从大到小嘛。那在2015年接触到 Ethereum，就是 Ethereum 那时候正要就是上线。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到，就是重新再关注到区块链技术。其实原本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因为我们实验室是做 AI，可是隔壁实验室是做密码学，所以其实隔壁实验室本来就有在玩一点比特币的挖矿。那时候就想说，就是蛮好玩的。最近有个新技术，那在2012年左右的时候吧，就是有一个新的这个系统，然后它是就是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这个ledger。那去中心化的一个记账系统，然后我们觉得挺好玩的，就是在实验室有跑一台机器在当矿机。对，那后来离开实验室之后，那台机器也就没有再继续去维护了。对，然后那个时候印象中就是我们里面挖到的比特币应该不是个位数吧，就是 是10位数，就是对，反正有挖到了一些。那不过离开之后，后来再回去。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回去那个机器已经报废了，所以就这个跟财富自由擦肩而过，那只好再努力回来工作了。好，然后那对，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重新又再接触区块链技术。那个时候是 Ethereum 刚出来的时候嘛，那时候就觉得，其实as a computer science background 的一个工程师。那我觉得其实 Ethereum 它结合了很多的不同的软体工程里面不同领域的。知识跟例如说像密码学，像是分散式系统，像是 VM compiler 等等的，然后结果做出一个感觉还蛮有价值，然后蛮可以解决一些现实生活中问题的一个系统。对，所以在 Ethereum 刚上线的时候就觉得很有趣，然后就在 Ethereum 生态系里面做一点 side project。然后后来在2017年的时候加入台湾曾经蛮大的一个区块链技术公司叫 Robinhood 嘛，那我们一开始做的是那个零手续费交易所，那也跟很多全世界的这个那时候2017年左右就很多项目都在发币了，那我们是会严格审核说我们合作的这些对象，就是他们是不是真的认真想要做，还是只是想来骗骗钱之类的，所以我们看了很多的。不同的专案，然后看了很多不同 business model。那可是那时候发现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底层供链的这个效能嘛。所以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开始开发我们自己的这个底层供链的 DEX。然后我们在2018年测试网上线的时候是可以做到每秒钟12000笔交易。那在2018年，这个应该算是蛮高的效能了。对，可以，可能是当时的效能王者。后来有 Solana 之类出来嘛？我在那时候算是还挺不错的，对，所以我们其实大概也有遇过，就是设计公链的演算法，然后还有像是智能合约执行的时候的会遇到的一些痛点。那所以这其实跟像今天要分享的这个 Aptos 跟 Sui，就是发现其实他们有解决了一些我们当时觉得就是比较困难的问题，对，然后所以我们觉得就是研究了之后就发现 Aptos 跟 Sui 真是有点料。好，然后那像刚瑞有提到嘛，我们在这个 COVID 后期，就原本想说 Dexon 结束了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下一个专案，因为 Dexon 解决的是效能的问题，然后下一个我们想要解决的是就是使用者体验的问题，因为其实真的要把，因为我们都是一群很在 COVID 的时候都是一群很相信区块链技术未来可以改变世界的一群人啊，对，所以。
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要能够推到主流市场，那使用者体验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所以我们想要做就更 user friendly 的这种 wallet service 跟钱包。那不过后来也就很可惜的，Coinbase 跟 Dexon 后来公司就解散了，所以那就跟之前一些前同事，包含我的 另外 co-founder，他之前是负责 business 背的，就是在 Dexon 上面建这个区块链生态系，他叫 Edwin，然后还负责 business side，然后又负责 tech side，然后我们就继续成立了这家公司，那就专心在把这个区块链推向主流市场，所以我们也跟很多的不同的区块链合作，跟很多的 Web 2的公司，还有像是游戏啊、社交应用啊等等合作。对，那我们持续都有在关注一些新链啦，像我们，我们其实成长最多的是之前跟 Flow 的合作，就是 Dapper Labs 做的那个新链嘛，然后是 NBA Top Shot 就是建在 Flow 上面。那NBA Top Shot 可以说是开启了2021年的这个 NFT 的这个潮流啦。对，那不过 Flow 目前最近，因为它反正它是一个蛮奇特的生态系，所以反正最近就是成长比较缓慢。那我们持续也还是有在关注很多的链，其实像 Solana，我们当初也是第一个支援它的非官方钱包。对，不过因为 Solana 一开始它的这个 focus 比较在 DeFi，就比较在去中心化金融嘛，那我们自己本身是比较想要专攻就是这种出圈应用，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跟 Solana 比较没有，虽然说接上了，可是没有很深度的去推广嘛，所以后来很可惜错失先机，然后就后来现在那个 Solana 上面最大的钱包就是那个 Phantom 嘛，对，那。我们也是像最近在研究 Aptos 跟 Sui，然后应该也是最早开始研究 Aptos 跟 Sui 的这个区块链团队啦。对，那之后有一兴趣的话，也可以持续交流。好，那就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 Aptos 跟 Sui。好，那可能大家都知，蛮多人都知道，就是这原本一开始是 Facebook 或者现在叫 Meta 的区块链项目，那最一开始叫 Libra 嘛。然后 Facebook 一开始做 Libra，它其实是想要做一个就是比较偏向金融应用，它想要就是在上面发行这个跨国就是多种法币 back 的一个跨国境的稳定币。对，那这件事情当然就是引起了各国政府的反弹，就觉得哎，你这个野心太大，你岂不是想要抢这些各国中央这个央行的饭碗？对，所以就是反正遭遇到种种阻挠。那其实 Facebook 本来就不是一个 reputation 很好的公司啊，所以他又说要做这件事情，那当然就是大家就是抱持的一些怀疑的态度嘛。然后这个祖克伯就整天被抓去国会质询，就说啊，你为什么要搞这个？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后来他们就有把这个稳定币的角色淡化，可能就更 focus on 要做一些应用在这上面。不过还是在继续受到一些阻挠啊，所以后来他们最后就整个把整个区块链的专案就砍掉了，就是这个 Libra 跟 Diem 这个就砍掉了。可是因为 Facebook 它有蛮多的资源，然后他们其实之前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消耗了很多资源，hire 了很多的很厉害的工程师，然后还有 researcher。对，我觉得其实做一个区块链。做一个 Layer One Protocol 吧。其实有些这些区块链团队，他们是很擅长做研究，不擅长开发；有些是很擅长开发，不擅长做研究。啊，那很擅长做研究的，例如说像什么 Algorand 啊、Definity 啊之类，就是他们提出了一些挺不错的这个可能解决问题的一些演算法，可是他们开发就挺慢的，然后所以最后就是也没有真的很成长起来。然后有一些就是比较可能擅长做开发，然后很不一定很擅长做研究，那就是他能够做的事情就只是在别人的这个基础上面，可能再把一些东西做一点优化。例如说，很多 EVM 系列的链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它其实比起 Ethereum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创举，只是它就可能就把一些机制做得更优化一点，然后效能更好一点这样子。对，那少数会有这种就是又会做研究，然后又会做开发的区块链团队了，那像 Libra DM 其实就是其中之一，对，所以还蛮难得的。那可是这个整个区块链项目被砍掉了之后，很可惜嘛。那这些人也觉得很可惜，所以他们就想要继续延续这个香火啊，所以就自己跳出来做供应链。
好，那目前最大的有两个，就是分别是 Sweet 跟 Aptos，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啦，就是都是原本这个 DM 团队跳出来做的，有一个好像叫 Linera 还是什么的吧，就反正就是对比较有听到的至少有三个，然后比较大的有这两个。好，然后这个东其实这两个专案其实也受到蛮多的瞩目啦，蛮多人看好他们。那所以就也蛮多的资金，因为他们提这个故事很绚丽啊。这个因为原本 Facebook 就是作为一个全球最大的这个 social media 公司嘛，然后他要做区块链就受到说很多人瞩目嘛，他砍掉区块链项目也是受到很多人瞩目嘛。然后这些人跳出来自己做也是，就是很多人在看，然后所以反正这个故事就很容易募资。然后所以他们募到还算不错的资金，就是像是 A16Z。是两边都投，就是 Aptos 跟 Sui 都投，有点像包牌啊。反正他们觉得就是这整个项目就是很有机会。那 whoever wins 就是 Aptos 跟 Sui 可能最后会有一个赢家，因为他们东西实在太像了，所以可能就是这个地就是生态的地位可能会比较类似。对，所以可能最后会有一个赢家。不过不管谁赢，那这个反正 A16Z 就包牌就对了。那包牌的其实也不只有 A16Z 啊，其实像是 FTX 也包牌，就是两边都有投，然后。像原本很多 Solana 生态系的这些投资，原本把 Solana 弄起来的几个投资人啊，像是Multicoin 啊，然后像是这个 FTX 啊，也都就是反正蛮出了蛮多钱在支持 Aptos，然后所以也有一些。所以原本在几个月前，它状态是这样子的，就 Aptos 募到了350个 million，然后 Sui 募到36个 million，然后最近这个 FTX 又加码。就是领投了这个 Sui 的新的一轮，总共是300 million，所以他们现在大概自己就是募资的规模来讲是应该是差不多的啦，反正两边都很有钱就对了。对，就是在而且这两个都是主网还没上线哦，他们就是只有一个 testnet，然后人也还没有到很多，然后也还没有真的就是发展出来，就先募到了300多个 million，其实是有一点疯狂，而且是现在市场也比较差嘛。对，所以反正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很多 VC 对他们是还蛮有期待的。然后也有看得出来，就是这个原本 Solana 派系的这个 VC，就是可能想要在 Apple 上面重新再搞一波，他们之前就是把 Solana 做起来的这个故事吧。然后除了 VC 之外，其实有蛮多的这些团队的成员，像是原本做好像在 Solana 里面做行销，忘记是谁了，反正就是也加入了 Aptos。啊，反正蛮多人都就是从 BC 跳到 Aptos，或者是从那个 Solana 团队跳到 Aptos。对，然后我们最近因为有在跑那个Aptos 的节点嘛，最近 Aptos 它主网还没上线了，可是它有先有几个这个测试网，就是 AIT 那个 Aptos Incentivized Testnet，就是你帮他跑测试网之后，他会主网上线之后会给你一点奖励。然后目前已经有3轮了，就是 AIT 一二三。然后在那个 AIT 一二三的那个社群里面，就发现，哎，其实好多那个 Solana 的人，或者 Solana 专案，都在里面跑节点，对啊，所以反正他们这个开发的社群是还蛮重叠的。好，那再来今天的主题就是要讲 Aptos 跟 Sui 的上面的一些技术特点。对，那我大概列出了3项，其实他们有很多就是大大小小的事情是，就是跟像是其他的区块链生态其实不太一样的。不过我觉得最关键的大概是这3个啊，第一个是它的 resource model，就是资源导向程式设计啊。那这到底什么意思？等一下会再细讲。再来第二个是 parallel execution，就是平行的处理这些交易。对，那。这个东西其实是提升它真的最后就是 throughput 还蛮关键的一个设计。好啦，再来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账户系统也稍微跟一般就是大部分现存的比较主流的链、传统的链的账户系统是比较不一样的。好，所以大概有这3项。好，那第一个先讲 resource model。好，那先讲结论的话，就是 resource model 它把区块链里面存的资料，就是对于比较高价值的这种资产，
有做一些特别的保护。好，那像在以太坊上面，其实所有的资料都是就是被一视同仁，就是像是你在这个合约里面存的你的像 USDT 的余额，你的某一种币的余额，跟如果有人在这个合约上面存那个什么用户的星座血型，那是用一样的方式在存，就是它就是一个这个合约上面的一个变数而已。那可是大家大概也可以感受到，其实星座血型可能是一个比较低价值的资料，就是你就算说不小心写错了，那无伤大雅，就是再改正就好了嘛。可是如果余额不小心写错，那问题就很大条。就是例如说，假设有一个用户他做了某个操作之后，余额会莫名其妙的增加一点点啊，增加可能1美金好了，那他就一直可以重复的使，就是去做这个操作，然后让他余额就是无限量的增加。所以其实像是这种有价值的资料，只要出一点点错，其实就可能可以就会出很大的问题。那这件事情的确之前也就是被利用了蛮多次嘛，像有什么一些 re-entrancy attack 啊，还有一些就是各式各样的攻击，大概都是因为就是这个高价值资料的存储跟处理的方式，并没有受到一些额外的保护。所以 resource model 它其实追根究底做的事情就是对于这种高价值资料，把它，用就是在这个语言这一层，还有在它这个 VM 这一层，就是这个虚拟机这一层，就有对这种高价值资料去做一些额外的机制。对，那到底确切是什么额外的机制，等一下会再细讲。我反正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好，那就先讲一点点历史，就是其实程式语言的设计啊，或者是 VM 的设计，其实是跟我们使用这个程式语言到底拿来做些什么事情是很有关联的嘛。像以前可能每一台电脑、每一台这个机器成本都非常的高，就是只有可能美国军方或者是可能很有钱的这个学术研究单位，他才有办法就是做一台电脑。那每一台电脑它都是 single purpose，就是它一开始这个电脑做出来的时候的公用是什么？就是只会做那件事。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就程式语言这件事情并没有太大的需求，因为反正它就是这台电脑就做一件事情就对了嘛。可后来电脑的这个成本变得降低，然后其实任何比较有钱的公司或比较有钱的人都可以买一台就是自己的个人电脑，所以那每一个人用这些电脑去做的事情就可能就是五花八门嘛，就各式各样。所以那可是它共用是同样的硬体设备，那所以就会需要这种程式语言，而且特别是就比较对开发者来讲比较容易理解的偏高阶的程式语言，就是你看的那个内容，大概可以知道它要表达什么，大概可以知道这段程式码在做什么事情。那这样子，你才能就是才能训练出很多的这种开发者嘛，然后你才能去满足这种各式各样的这种使用需求嘛。对，所以因为电脑变得便宜了，所以大家就需要一个比较容易懂的程式语言。然后后来因为电脑发现被很适合用在就是存储这种大量资料，很适合用在就是处理像仓储啊等等的，就是那所以存储这种大量有架构的资料的时候，那就可能有最适合的这个语言，就是 SQL。那反正对，这个就快速讲过去。总之就是当你运用电脑或者是在不同的使用情境下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需要设计出不同的语言。可是一开始区块链上面的程式设计，虽然说区块链就是这样子一个去中心化的系统，跟中心化的系统它的运作机制、它的使用情境可能蛮不一样。可是，一开始在区块链上面写程式这件事情，一开始是 Ethereum 就是发起的嘛。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不想要每做一个新的应用就要开发一个新的链，我希望可以就是共用同样的链的底层，就是这些共识层、这些矿工都是一起的。可是上面跑的这些程式是可以比较有弹性的。对，而且甚至你下面这个共识层还可以换掉嘛，像今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嘛，就今天就是这个 the merge，然后以太坊从这个 proof of work 转变成 proof of stake 嘛，
那虽然说它下面的底层的共识层是变了，可是上面的这些可以好的这些智能合约啊，这些 DR 基本上就是都维持不变。对，那就是这就是让这个把这个下面的共识层跟上面的这种运作应用层拆开的一个好处嘛，就是你反正都共用同样的共识，然后可是上面可以写各式各样不同的应用。可是一开始它在创建这样的 smart contract 或者在区块链上面的程式的时候，其实大家也还不知道说到底我们会在区块链上面开发一些什么程式，所以一开始这些语言的设计其实是跟中心化系统的这个程式语言是很类似的。如果大家有写过 Solidity 的话，就可能会觉得，它其实跟 JavaScript 长得还蛮像的，或者跟其实很多的程式语言都还蛮像的啦。那在区块链上面，可能它就是处理资料存储的方式不太一样嘛，因为你不是直接存在一台电脑里面，是要存在所有这些节点上，对，那所以你可能对于资料存储也必须要有一些抽象的处理，那所以它存储资料的方式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可是整个这个程式语言或者一些就是写出来程式能够做到的事情是跟中心化系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好，那所以它的这个应用范围，就是它的这个一开始也是一个就是 general purpose 的 program 的 programming language， 对，然后可是过了一阵子之后，大家就会发现，其实你不会想要在区块链上面写任何的程式，因为终究区块链上面跑程式这件事情是成本比较高的。因为比起中心化的系统嘛，中心化的系统就是可能我就 run 在我有自己的机房，或者是我 run 在 GCP 上面 ，AWS 上面，那我只需要一台很高效能的机器，那就可以处理我这个系统的可能所要求了。那如果真的不够，那我再多开几台机器那就好了。可是这所有机器都是在我掌握里面，然后有时候我可能会为了这个资料的安全性，可能会做一点备份，可是我通常也不会备份给一万份，我通常就是备份可能一两份，我在台湾存一份资料，在美国也存一份资料，然后在欧洲也存一份资料，这样可能就已经足够安全了。对，这是中心化系统的设计嘛。那可是像以太坊啊或比特币啊这样子的去中心化系统，它要很多的这些验证节点啊一起来确保这个网络的运作嘛。那所以同样一份资料就会被很多人同时的存储下来，所以你存例如说你存一个 1KB 的资料，其实它真正你在这世界上产生的足迹可能是 1KB 的一万倍，假如说是有一万个节点都在做这些验证的话，有 1KB 的资料这一万个节点每个人都要存一份嘛，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啊，不管你做运算还是做资料存储，其实这个成本都会高很多倍。那所以你在这样的系统上面其实就不太适合做太琐碎的计算或太琐碎的资料存储，你就会真的只存一些很高价值的资料，或者是存一些存取权，对，或者是希望可以就是因为这些高运算是高价值的，那你run在链上的话，你也可以就是去就是让大家去检视你这个执行的过程例如说你是一个博弈游戏好了，然后你这个赌注很大，然后你这个随机数的产生可能是用某一个比较公开透明比较去中心化的方式产生的，那你这样子就比较能够取信于你的玩家嘛，要不然每次玩家都会觉得我下小注的时候你都让我赢，可是我一下大注就让我赔钱，那可是如果这个随机数都是封在这个 centralized server 里面的一个黑箱子，那你其实很难验证嘛，那区块链上面这件事情就很好验证。对，所以所有在区块链上面会做的资料存储还是运算，其实都是一些比较高价值的资料存储跟运算。好，那可是问题是现在这个就是它原本上面的这个程式的设计是就是 for general purpose 的 programming， 而且是中心化系统的 programming 嘛，那并没有对于这样子的使用情境，就高价值资料的使用情境有什么特别的优化，所以就产生了还蛮多的问题。好，例如说像如果写过这个就是 Ethereum 就 Solidity Smart Contract 的话，你就知道其实这些所有的资料都是存在合约上的，像是所有人的 USDT 余额都是写在那个 USDT 的合约上，
对，所以其实那个这其实还蛮中心化的，就是那个合约掌握了所有人的资产，你的资产其实不是存在你的账户上，是存在那个 USDT 合约上，或者 USDC 合约上，或 whatever 合约。那如果有一些恶意的这个程式，这个开发者他故意在这个合约里面买一些漏洞或买一些后门，然后让他可以去随便改这个每个用户的余额，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不会发生的，这我们以前在交易所在上币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会审件，就是审核的其中一个条件啦，就是你在这个合约里面不能乱塞奇怪的这个后门。对，那其实我们也遇过蛮多合约是真的有塞一些奇怪的后门。那总之就是这个合约掌握了很大的权力。那因为在这个合约上面，就是控制了很多，就是所有这些资产的转移逻辑都是控制在这个就是这个智能合约上面嘛。所以其实你就要把这个合约看得很透彻，你就是你不只是要看这个合约本身，你可能它 import 就是它 inherit 的一些其他合约，还有用到就是一些其他的 library， 就每个地方你就是整棵树全部都要看过。那所以其实这里面就是有很多的，就是 attack service， 就是你在任何一个地方被埋了一个洞，都会造成这个合约本身可能会出问题。好，然后因为所有的资料都是存在同样一个合约的大的 table 上，就所有，例如说 USDT 的这个 ERC20 的合约，所有人的余额都是写在这个合约里面的一个大的 map 上面，所以那个 map 里面就会一直乱跳啊，那个 map 里面就会有记录了说。每个地址就是某某地址里面有多少钱，然后对，所以所有人的余额都是存在那个地方。那所以每个人，就是当你要去转账的时候，他读写的资料都是在差不多的地方，那你就很难去加上一些平行化的设计，因为它很容易产生 conflict， 对吧？就是我转，例如说我转USDT 给一个某 A， 然后某一个 B 转一个 USDT 给某 C， 这两件事情照理来说是完全没有关联的嘛？就我转钱给你，然后世界里另外一个角落的某个人又转钱给另外一个人，这两件事情照理来说是可以平行处理的。可是因为他的资料全部都读写在同样一个大的，就是同个地方、同一个 table 上，那这两件事情就没办法就是被拆开来平行处理。对，那对，所以就是能够平行化的空间就变少了。然后再来，所有人的资料都是存在，就像刚刚讲这个 USDT 的余额都是写在这个 USDT 这个合约上。那其实这个，因为你资料都存在这边，你并没有反映出这个 ownership， 就是照理来说，我的 USDT 应该是属于我的嘛？对，可是一个应该属于我的资产。跟例如说一个属于另外一个人的资产，这两个资产都是存在同样一个合约 的同个地方，那所以你很难去界定说哪一些资料是属于谁的，哪一些资料是属于另外一个人的，因为全部人的资料都是拿在一起，对吧？对，所以就是你也很难去界定就是 ownership， 那很难界定 ownership， 你也就很难去就是收 state rent， 收租金。因为刚刚有讲到，在区块链上面存资料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事情，所以照理来说，如果是要公平起见的话，我存资料存在那边存了很久，我让这个整个每个矿工每次要去验算这些交易的时候，他的电脑里面、他的硬碟里面都要存一些关于我的资料。那照理来说，我应该要付一点租金给这个网络吧？就是我存的资料越多，应该就给矿工这越多的租金吧？可是因为目前这些资料的存储很难反映出 ownership。你很难分辨出哪一个资料是属于谁的，所以你也很难去收租金，因为像所有人的 USDT 余额都是写在这个 USDT 合约上嘛，那所以那你要跟谁收？你可能要跟 USDT 这个合约开发者收吗？那可是他可能会觉得，就是不太公平，就是明明这些资产他只是一个写程式的人，这些资产不是属于他的，那可是他却要被收钱，所以他可能也会觉得就是不太公平，所以你很难做到一个就是公平的收 state rent 的方式啊。那刚有讲到，就是这个 attack service 很大，因为就是所有在这个合约上面的每一行 code 都有可能不小心去动用到，就是这个，例如说 USDT 的这个余额的这个大表，那只要就是任何一行 code 会去动到这个表，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漏洞或一些危险。
然后那因为 attack surface 很大，所以它的就是你也很难去 audit。不过这件事情有一些人开心啊，就是因为这个在因为写走了一些合约嘛，你的这个牵涉到的这个资金可能很大，就是你如果出了错，损失可能很大。可是这件事情又很难把扣写好，然后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专业的技能存在，那所以就会就是其实在这个区块链产业里面就有很多的这种 auditing 的公司嘛，那就是因为就是有这样的性质，所以他们就对有它存在的这个商务价值。好，那之前比较常出现的一些攻击，例如像 re-entrance attack。好，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听过 re-entrance attack 啦。可是，不过它大概就是运作的方式就是这样子。例如说，我在一个合约里面，存了一些钱，好，所以这个合约里面就会可能就会有一个变数，就记录说，好，我在这个合约上面应该有一些余额。哪一天我要来跟他领钱的时候，他应该就会去查说我在这个合约上面有多少余额嘛？那例如说我有100 USDT 这样的余额。那他应该就是我要去把钱领出来，他应该就要把100 USDT 转给我，然后再把这个余额就是设成零嘛。因为就是他一旦把这个 USDT 转给我之后，我就这个合约就不欠我钱了，所以他应该就要把我就是这个在这边欠这个存款的余额设成零。可这两件事情是分成两行不同的 code 去执行的，就是他把我的余额设成零，跟把 USDT 转给我这两件事情。是在两行 code 里面就是分别发生的，所以如果这个程式没有写好，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造成，好，我现在跟这个合约说我要领钱，然后他先把 USDT 转给我了，他发现我的余额是100块，100 USDT，他就先把100 USDT 转给我，转给我之后，我 somehow 又重新再呼叫了同样一个 function。我又跟他说我要领钱，就在他把我的余额设成零之前，他已经把 USDT 转给我了。可是他把我的余额设成零之前，我又重新跟他说，我要领钱。那他这个时候去查一下他这个合约上面的变数，就发现啊，他欠我100块，所以他又转100块给我。然后他转100块给我，还没有去把这余额归零之前，我又再重新跟他讲一次，我要就是再领钱，他又给我100块。所以他就会一直无止境的就把100块一直转给我，转给我，转给我，然后我从头到尾我的余额都一直没有被归零，那这个很明显是一个漏洞嘛，所以这个这样子的漏洞其实之前就造成了几次的这种资产损失啦。那讲到底，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对于就是这两件事情，就是把钱转给我跟把余额设成零这两件事情是分开的，这两个不是 atomic 的 operation。对，那当然这件事情是可以被解决的嘛。就是如果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工程师，他就会知道啊，这样子写很危险。那我应该要先把余额设成零，再把钱转给你，这样子就没问题了吧？就我先查一下看余额有多少，然后先把这个余额记下来，然后我先把余额设成零之后再把钱转给你，这样子你就算想要 re-entrance 也大，可是我已经把这个变数都已经归零了嘛，所以你想要再重新领一次也领不到什么东西。所以有经验的工程师可能会知道，那这样子写就可以避开漏洞了。可是终究就是，因为这个产业持续有新人加入，所以持续就会可能就会有人就是写出这样的漏洞。那所以这件事情如果要就是，从根源解决的话，就是对于这资产，你应该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保护。然后你这种跟资产有关的 operation 都应该要是 atomic operation，就是余额设成零跟把钱转给你这两件事情应该要在同一行 code 里面执行完，对，而不是它就只是单纯两个变数。好，那除了像是 re-entrance attack 之外，也会有一些可能 abuse authorization 的事情，就是我验证这个合约验证你这个你是不是 admin，或者是你是不是有这个特殊权限去做什么事情。一般来讲，这样合约都会就是会。他的做法通常会是记一个白名单了，就是说他就会记说好，那哪个地址是有特殊权限可以去做某一件事情的。那当你这个发送交易的人，这个呼叫这个 function 的人，如果你的地址是刚好是在那个范围里面，是在他的列表上面的话，那你就有权限去做这样子的呼叫。对，可是
你可能有时候不小心忘了去 reinitialize，忘了去就是初始化这个权限，忘了去定说哪一个地址是这个 admin 的地址，或者是说这个 whitelist 这个 allow list 你不小心没有写好，那逻辑写错了，那就会造成这个可能不应该有权限的人去滥用权限嘛，然后也会造成一些 attack。那其实对，说到底就是，原本 Solidity 对于这种权限或者资产的处理，并没有一些特殊的处理啊。好，那在 Resource Oriented Programming，它会改成怎么样的做法？第一个，像刚刚这个权限控管这件事情，在Face Resource Oriented 就没有用 Resource Model 的这种程式语言里边，它会记一个列表，就是说好，那所有在这个列表里上面的人都有权限去做某件事情。如果是在 Resource Oriented 的 Programming 里面，通常它会去处理这件事情的方式是，它就发给你一个 Resource，就是你的这个 Resource 就是代表你有某种权限，这样讲会不会有点抽象？其实它就跟现实生活中的这个使用情境是更像，就是如果你可以秀出一个 VIP 卡，那你就可以进这家这个夜店。哦，那如果是这种就是原本的这种 model 比较是它可能会有这个门口的守卫可能会有一个列表，然后他就会说，那个某某某，李璇，你有权限可以进这个夜店，然后 Rare 你可以有权限，你不在这个列表上你就不能进来。可是在这个 resource oriented programming 里面，它可能就是看，去检查看你有没有某一个这个 VIP 卡，你有这张 VIP 卡，那你就可以通关，你就可以进来。然后在处理这个稀有资产的时候，就是处理这种高价值资产的时候，在原本的像是 Solidity 里面的这个处理方式，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变数，你拥有的某个币的余额，其实就是存在这个合约上面的一个变数。那在 resource model 里面，你拥有某一个资产，其实它就会真的去发一个 resource 给你。这个 resource，就有点像它就发一包钞票给你啊，这里面可能有100块钱。然后你收到这100块钱之后，你这个100块钱不是只是一个变数而已，它是一个特殊形态的资料，它就叫做 resource。然后你收到这个100块钱的这个 resource 之后呢，你就把它存在你的账户里面。你就把它存在你的账户里面，就是你每个人的账户都会有一个库房，就是可以存各式各样这样子的 resource。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比较像现实生活中的使用情境吧，就是你拥有某个资产，你有一台车，你有一些钱或什么东西的，你就是真的就是实际的拿着它，然后你可以把它放在你家的保险箱，或者是放在你家的那个车库里面嘛。对，就是你真的有拿到这么一坨东西，然后可以把它收藏起来。那这一坨东西，当你要运用它的时候，就是那个 resource model 的这种语言，像是 Aptos 啊、Sui 啊，或者是 Flow 啊等等的，它都会去对于这样子 resource 形态的这个资料，会去做一些额外的保护。例如说，你这个 resource，就不能被复制。照理来说，钱不应该可以被复制吧？对，就是所以你这个一个 resource，它的像你要把一个 resource 这样的变数 assign 给另外一个变数的时候，你就只能 assign 一次。你只要 assign 一次之后，你这个原本的这个 resource 就被消灭掉了。那新的那个就是被 assign 过去的那个变数，就会是唯一拥有这个 resource 的人。然后这个 resource 也不能无缘故的被创造出来，也不能一个不小心你忘记把它 assign 给其他人，然后就不小心消失了，就是每一个 resource 都一定要被使用 exactly once。对，那这件事情是在语言上面就有去保护的，所以你其实就算说有一个很没有经验的程式开发者跑来写一个这种 resource model 的这个程式语言，他如果一不小心写出一点 bug，他这个在 compile 过程中，这个compiler 就会跟他讲说你这里写错了，因为你这个 resource 你忘了 assign 给其他人。或者是你这个 resource 被assign 了2次，或者是你这个 resource 就是 dangling resource，你就是这个就是你在程式执行完之后，某一个 resource 放在那边忘记用了，那这些东西它的 compiler 都会直接报错。所以就算说是很没有经验的程式开发者，遇到这种 resource model 的程式语言，其实都很难写出会造成大量损失的这个就是 bug 啊。对，那所以在
既有的这种程式语言设计里面，就是你怎么样确保说程式是安全的，靠的是开发者的经验，就是你要写出好 code， 你的程式才安全，你的资产才不会遗失。可是，在 resource oriented programming， 在使用 resource model 这种程式语言里面，有很大一部分的这个安全性是直接靠着它的 VM 就可以确保的，就是你就算说再没有经验，你也很难写出烂 code 这样子。对，那一个 resource， 它的 life cycle， 它可以被创造，它也可以被消失。可是一个 resource 的创造跟消失是有特殊的 code 的，就是只有某一种特殊的情境、特殊的写法、某一个特殊的就 keyword 才能创造出一个 resource， 然后某一个特殊的 keyword 才能消灭一个 resource。所以其实你要确保你的这个程式或者你这个 resource 安不安全，你其实只要从源头跟就是终点控管就好了。只要在创造的过程中没有问题，在消灭的过程中也没有问题，那你这个 resource 就非常安全。所以其他的 attack service 就变得很小。在一般的就是像是在 Solidity 里面，每个地方就是你整个合约里面的每一行 code 都有可能造成例如说 USDT 合约的里面的每一行 code 都有可能造成 USDT 余额不小心被写错，不小心被就是莫名其妙的增加或减少。可是在 resource 的 model 里面，你只有在 create 的过程中出错，或者在 delete 的过程中出错，才会造成就是这个 resource 的异常。对，所以你其实就只要把这两个地方检查好，那就很安全了。然后在转移的过程中，它是不能，就像刚刚提到，你不能被 copy， 然后你 must be assigned once， 就是一定要一个 resource， 如果你要把它指定给一个变数，另外一个变数，你把 resource 指定给另外一个变数去存储的话，那你就只能assign exactly once， 你不能 assign 零次，也不能 assign 两次，就是要刚好一次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就有一些额外的限制，然后这些限制会让写出来的这个 model 更容易，写出来 code 更容易理解跟更容易就是去 audit。好，那刚刚这个部分是 resource oriented programming 的部分。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是最早应该是 Move 提出来的，那 Move 他也其实也是参考了一些其他的这个一些其他研究啦，或者他一开始是参考像是 Linear Type， 然后还有像是 Rust 里面的一些Ownership 的 Model， 然后设计出这样 Resource 的 Model。 那在 Move 就是做出这样的机制之后，其实有一些其他的链，然后有就是参考这样的机制啊，例如说 Flow， 其实它也是参考 Flow 里面的这个程式语言，它也是参考 Move 的机制，只是 Move 一直到最近才开始要上这个主网嘛，那 Flow 其实已经运行了好一阵子了。对，所以反而 Flow 是一个最早真的把这个 Resource Oriented Programming 运行在就是 Production 环境的一个链。对，那好，那这部分是 Aptos 跟 Sui 几乎都就是都一样的地方啦，就是他们都是 based on 原本一开始 Libra 跟 DM 提出来这个 Move language。好，然后Aptos 他用的 Move 是跟原本这个 DM 的 Move 是一样的啊，现在他们把它叫做 Core Move。然后 Sui 他有做了一点改变，有做了一点调整。所以 Sui 这边自己把他的这个 Move 叫做 Sui Move 吧。对，所以现在的 Move 大概有两个分支，一个是 Sui Move， 一个是 Core Move 啊。可是基本上他们这个运作的方式都跟刚刚讲的这个东西是就是都一样啊，他们基本上都是 Resource Oriented 的 Programming。 好，那 Resource 这个部分有问题吗？好，没有的话我就继续咯。好，那下一个是这个 parallel execution。 好，那这就讲到一个故事了，就是之前我们在做 Dexon 的时候啊， Dexon 其实是based on Ethereum 啦，就是我们的账户系统，就是Dexon 是刚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前公司做的这个高效能供电啊。好，那 Dexon 的机制基本上跟 Ethereum 是类似，就它也是用 EVM，
就是它上面也是可以写 Ethereum 的这个智能合约，然后账户系统也跟 Ethereum 一样。我们那时候改的东西主要是它底层的共识机制，就是我们有做了一个我们叫 block lattice，就是一个多链并行，可是又可以把这个多链就是最后压成一个单链，然后就是单链上面再去执行交易，也就是共识，就出块的发交易跟收交易跟出块的这个速度可以变更快，throughput 可以变更高，可是最后这个执行上还是跟 Ethereum 一样，就是有一个就是 serialized 的 execution。那我们那时候做了这样子的优化之后，就发现其实最后的这个 bottleneck 会卡在 smart contract 的 execution 上面，就是你共识可以可以做得很快，就是例如说一堆用户发交易啊，然后你这个一大堆的节点在那边验证交易啊，然后打包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出得超快，都可以做得很快。可是最后你这些交易收集完之后，你决定了这些交易的顺序之后，你终究是要去执行这个交易的内容嘛？那执行交易的过程中，你要去 run 这个 VM，然后你在执行这些交易的时候，你同有时候也就是你可能要读写一些这个合约里面的这个存储的资料，然后有时候可能要写入一些这个资料，所以最后就是卡就会卡在这些读写，然后还有执行上面。对，所以最后我们那时候是做到就是1秒钟12000笔交易啊，可是就再上去就很困难了，除非就是硬体变快。除非就是电脑变，CPU 变得更快，然后读写变得更快，然后都用更高速的 SSD 等等。可是如果是这样子做的话，那你这个又有点失去这种去中心化的精神了嘛？因为就变成就所有你要跑这个节点的这个电脑都要超强，才有办法就是把这些就是这个 smart contract execution 这个执行的超快。对啊，所以最后 bottleneck 就卡在这个地方。那现在出来的一些链，像是 Aptos 跟 Sui，其实他们有做过一些benchmark，有做过一些测试，然后分别他们可以达到的 TPS 是大概100K 跟160K，Sui 宣称它可以做到100K，就是每秒钟10万笔交易，然后 Aptos 宣称它可以做到每秒钟一百哎十六万笔，160K 跟16万笔交易，对，那。这数字看起来都挺惊人的啦。当然，就是实际上怎么样，到可能还是得他等等他主网上线，然后大家真的就是 run 一些真实的应用在上面的时候，才可以更确定。对，可是他们看起来，他们实验过程是比较，就是还算蛮合理、蛮公正。就他们不是都执行一些很简，就是很 trivial、很简单的 smart contract execution，就是那些交易可能有一部分是比较困难的。好，那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这个关键，就是在于 parallel execution，就是把这些交易执行的过程中可以做到一些平行化。那平行化讲起来很就是简单嘛，大家可能有学过 computer science，大概都知道哦，就是啊，我如果可以用多核心或者是我用 GPU 去平行运算，那当然就是这个 throughput 就可以变更高嘛。可是原本在 Ethereum 上面平行化的其中一个困难点就是像刚有提到，因为你的资料很多都是写在同一个地方，就是它资料存储的位置是就是重叠的，所以你就算说再怎么平行化，你只要读写到同一个位置的这些交易，你就不能平行化，你就不该平行化。因为这些东西是可能会有就是互相前后会互相影响嘛，所以两笔交易谁先谁后执行就会有差别嘛。那能够平行化的，一定是它这个存储的资料，就是读写的资料是在不同的地方。是它如果两笔交易，它读写的资料完全不一样的话，那就可以平行化。对，那 Aptos 跟 Sui 分别都有去做一些这种交易执行的平行化，可是他们做的方式有一点不一样。好，在 Aptos 里面。他做的方式是这样子，他先，他比较乐观，好，我刚好像少讲到一点，就是，这其实跟 resource model 也会有一点关系啦，就是当你一个程，就是你的这个 smart contract 是套用 resource model 的时候，通常你这个资料的存储也会放在用户自己个人的账户里面。也就是说，我的 USDT 余额是存在我的账户里面的。
然后另外一个人的 USDT US 存在他自己的账户里面的。当我要动用我的 USDT 余额跟他要动用他的 USDT 余额，这两个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是两笔不同的交易，而且 不相关的交易。所以在 resource model 的这种programming 里面，通常合约上面不会存什么资料，这些资料几乎都是存在每个用户的个别的账户里面。那因为这些资料的存储是比较去中心化，是比较分散的，所以你就就是 conflict collision 的机会变小嘛，就是你读写刚好读写到同样一块资料的机会也变小嘛，就是只有假如说有一个人转账给我，然后我又转账给另外一个人，这两笔交易因为同时都动用到我的余额，那才会发生 conflict， 这两个东西才会需要就是 serialize 的执行嘛。那对，好，所以 Aptos 它里面就是因为它的资料本身是很分散的，所以他在执行的过程中，他先很乐观的假设所有的这个假设说，他这个一个 block 里面有100笔交易，他先假设说这100笔交易都没有关系，他就先全部先分散下去平行执行。好，那例如说这是一个32核的机器好了，他就把它分成32个这个 thread 分别去执行。好，那执行完之后，执行的过程中他还会去 trace 说这一笔交易它到底实际上读写到哪一个 memory block 了。如果他发现有两笔交易，他一开始都先假设他们没有关系，可是他执行的过程中发现有两笔交易同时写到了同一个 memory block， 或 读到了同一个 memory block， 总之就是他们有发生就是collision 的时候，那这两笔交易就会先执行的那个就没事，就是他原本排在 block 里面就排在比较前面顺位的那个transaction 就没事，可是后的那个就要重新执行一次嘛，因为他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他的这个状态其实已经被另外一笔交易影响，所以这一笔交易就要重新执行一次。所以 Aptos 他做的方式是他先假设所有东西都就很乐观的假设所有交易都没有关联，可是一遇到真的有关联的交易，他就把这些有关联的部分的再重新执行一次，所以他可能就要就是这个就要重新跑几次，就我第一 round 的时候，我先假设这100笔交易全部都没关联，先平行的执行。后来发现，其中可能有10笔交易是会互相影响的，所以这10笔可能要重新执行一次。然后这10笔也是先乐观的去假设说，好，那其中这10笔里面，其中5笔是就是先执行嘛，所以他们这个刚刚上一轮执行的结果就是先保留下来。那其中5笔要重新执行，另外这5笔也是就是先乐观假设他们5笔之间是没有关联的，然后全部一起执行下去，然后发现其实5笔里面又有2笔是有互相影响的。对，那他所以他几个 iteration 之后，他就可以把这些交易全部执行完。最差最差的情况就是这100笔交易其实全部都有关联，这100笔交易全就是其实从头到尾都应该要 serialize 的执行。那这种最差的情况之下，他刚刚照这样子他的跑法其实也就只是需要100个 iteration， 只是说他过程中可能会多花一些成本再去那个就是去检查说有没有 conflict 这样子。对，所以他最差最差的情况会比全部 serialize 执行慢一点点，可是通常不会遇到这么差的情况，通常这100个 transaction 不会全部 collision， 所以它就可以就是通常大部分的情况是可以节省时间了。对，哦，对，这里有人问到 STM， 对，是 Software Transactional Memory， 它其实就是在检查说这个就是这应该算是一个就是平行化或者是 scheduling 的一个蛮常见的课题吧。对，那你在要检查说什么样交易可以平行处理的时候，其实你常常就会需要去看说这个他们 access 的 memory 是不是有某种依存的关系，如果有的话，那你就可能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就是 有一个合理的 schedule， 让它可以就是比较好的平行化。那 block STM 是讲说它是因为
一般电脑在执行的时候，并没有，就是所有这些这些 transaction 或者你所有这些操作，它是连绵不断的一直灌进来的，所以它是一个 continuous 的去要去分析，哎，现在在执行的这些交易里面，就在执行这些 operation 里面，彼此之间是不是会有互相的关联？那在区块链上面的执行，它有一个特殊的性质，是一个 block 里面，就是它在检查有没有相关的时候，只要对同一个 block 里面的 transaction 去做检查就好了。下一个 block 的 transaction 就跟上一个 block 完全没有关联，就下一个 block 整个就是应该在后面，就是事后再执行的。所以他要去分析这些依存关系的时候，是只有在同一个 block 里面需要去分析就好了。所以它算是一个特殊的 STM 吧，就是因为它有一些特殊的限制吧，就只在这个 block 范围这100笔交易之间要去做一些分析。对，那超过这100笔就不用管。所以 Aptos 有这样子的，就是一个乐观执行，然后事后检查的一个机制。这个部分有问题吗？好，没有问题的话，那接下来就讲 Sui。好，那 Sui 的方式是比较类似 Solana。对，哎，有不确定有多少人写过 Solana。Solana 是这样子啦，Solana 它的program 就是 Solana 这些智能合约 program 上面只有逻辑。没有资料，所有的资料都要创 account 去存，对吗？所以像是，好像是我在 Solana 上面的某一个币的余额好了，哦，我 BLT block total token 的余额，就会需要创一个专门就是存这个 block total 我这个人的 block total token 余额的 account 去存这些相关的资料，就是哦，我余额有多少啊，然后。等等的，那另外，所以我的 BOT 余额是一个账号，我的像是 USDC Solana 版本 USDC 的余额又是一个 account，每一份资料都是一个 account，对吗？然后当我要发送交易的时候，当我要在 Solana 上面发送一笔交易的时候，我要事先跟就是在这个交易的内容里面，就会包含我会去动用到哪些 account。例如，我现在发的这一笔交易是要把我的 BLT 卖成 USDC，所以这一笔交易会跟我的 BLT 余额有关嘛？所以我就要把我的这个 BLT 余额的这个对应的这个账户带到这个 transaction 里面去。然后，因为这个交易我是要获得 USDC，然后把它存到我 USDC 账户里面嘛，所以 USDC 的账户也要。存进去，然后再来，我可能也要带，就是说我到底是跟哪个 program 互动，然后那个 program 里面可能它是一个类似可能 Uniswap 这样子一个就是 AMM model，所以它自己也有 token pool，就是它里面它也有一些 BLT 的一个 pool 跟一个USDC 的一个 pool，所以我也要把它的 BLT 的 pool 跟它的 USDC 的 pool 的那个地址也带进去，所以我在 Solana 上面发送一个交易的时候。我就要把我这个交易里面所有会动用到的这些资料栏位、资料存储，不管是读还是写的这些位置，全部都告诉 Solana 的这些就是矿工。我这个交易发送之前，就要先跟他讲说：“哎，我这次这一笔交易会读写到哪些地方？”那这些在执行交易的这些节点，他用了这个资讯，他就可以事前去做分析。他就可以知道说，例如说，同样这个 block 里面有100笔交易，可这100笔交易哪些是彼此之间互相有关联的？他怎么判断有关联？就是说，哎，如果他的 account 是有重复的 account，这2笔交易都动用到某一个 account 里面的资料了，那这2笔交易就是有关联的，这2笔交易就必须要先后就是 serialize 的去执行。只要他的动用到的 account 是不一样的，那2笔交易就可以平行处理。所以在 Sui 上面，它跟在 Solana 上面啦，就是
你要事先跟这个发送交易的时候，就要事先跟他讲说你会去动用到哪些资料。那在 Solana 上面这些资料存储的地方叫做 Account， 在 Sui 上面它这些资料存储的地方叫做 Object。对啊，它在 Object 就是在这个 Sui 网络上面的一个存一块资料的地方。这些 Object 可能是属于某一个账户的，它可能某一个 Object 是属于我的，例如说我的 BOT 余额在 Sui 上面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 object， 这个 object 是只有我这个账户才能去动用到这个 object， 才能从这个 object 里面去提领出一些这个余额。那有些 object 它可能是属于另外一个 object 的，或者是有些 object 它可能是属于某个 program 的，某个就是 move module， 就是 move 的 smart contract 的。那总之就是所有有存资料的这一小块这个地方都叫做一个 object， 所以在你 Sui 上面发送交易的时候，就跟 Solana 一样，就是你要先事先跟这个矿工跟这些验证节点讲说，我这笔交易里面会去动用到哪些 object， 那这些节点它就可以就是去分析这个资料，就可以找出哪几笔交易之间是有关联，然后他们必须要先后处理，哪些交易是没有关联，他们可以平行处理的。所以上面用的方式是有点不太一样了，可是最后达成的效果是类似的。对，所以稍微 recap 一下，就是 Aptos 它用的是一个乐观的先执行，然后再检查说你看你有没有动用到某一个 memory block。然后 Sui 的话是你要先告诉他你会动用到哪些 memory block，然后他分析完之后再去安排说哦，那我要怎么样执行。那 Sui 这样子的做法会比起 Aptos 会有些好处跟坏处啦。好处就是它的这些节点的程式可能可以比较简单，因为它只要预先去就是分析好这个 dependency 这些 transaction 之间的 dependency，它就可以之后就可以一口气把这些交易全部执行完。那 Aptos 的话就可能就会比较复杂一点，它在执行的过程中，它还要去记录说每一笔交易是不是有动，就是它要去记录说每一笔交易动用到的这些 memory block 有哪些。然后要去找到 conflict，然后如果发生 conflict 的话，它就要就是重新执行。对，所以这个节点的运作起来会比较麻烦一点。好，那可是 Sui 的缺点呢，就是你 DApp 在发送交易的时候，你要传的这个资料会变比较多。就是你在发送就一 as a DApp 你要发送交易的之前，你就要把所有这些你会动用的这些 object 都就是写在 transaction 里面，跟这些验证节点讲说，哦，你这个 transaction 会动用到什么东西。As opposed to Aptos，就是你就单纯就是发交易就对了，它自己会再去自动的验证，就是侦测说你有读写到哪些地方。可是 Sui 的话，你要先跟这些验证节点讲说你会读写到哪些地方，所以对 DApp 的开发者来讲就麻烦一点。好，那在平行化的，最后一页就是对，刚刚我稍微提到了，所以他们分别提出了这两个 model，两个机制之后，然后去做了一些实测。那 Sui 宣称它可以做到的是 100 kTPS，Aptos 宣称它可以做到 160 kTPS。对，那实际上真的在主网效能会长什么样子，就再看看。不过，如果单纯就这个宣称的数据的话，其实他们也又比现在的 Solana 可能又再更好一些。好，那平行处理这部分有问题吗？请问一好，下，请坐。那如果我在输入在 Sui 的那个 Object Model 嗯，下，我如果输入之后没有给他正确的这些 resource 的，没有给他正确的 update 的话，他会要花时间去侦测吗？它这个东西是它 transaction 的一个限制，就是你如果没有告诉他，你根本就不能读写到那个 object。也就是说，它在语言上面，它就是对，我今天这边没有直接 show 那个就程式码范例，不过它在那个，例如说 move 的对，Sui move 的 function 的 input 的地方，它收的那个 input 就是 object，
所以你如果没有在交易里面说我要动用的这个 object， 你在那个程式码里面根本就没办法去动用到那个 object。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它从语言上面就根本就行不通，就是你不可能可以去动用到一个你没有说你要用的 object， 就是有点像是说，好，你有点像是说你在交易里面，你必须要跟他讲说，好，我这一次这个交易会动用到的 object 1到10号分别是这object 1 object 2 object 3，然后你在里面呼叫，就是你在呼叫 function 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 object 1到10丢到这个 function 的 input 里面去。如果你在 transaction 里面根本没有宣告这个东西，根本没有宣告说你会动用到，例如说某个 object 11，你在这个 transaction 里面根本没有说你会去用 object 11，那你在程式码里面根本就没有一个点可以让你去动到 x 那个 object 11。对，所以它大概是这样，所以它不是一个辅助，就它不是说developer 要就是。好心的跟就是那个验证节点讲说，哎、欸，我会动用到这十个 object， 你要注意一下哦。而是说，你如果不跟他讲，你根本就动不到。OK， 了解了解、嗯。那另外就是，它这个 object 是一个是会是一个 function 吗？它可以是一个 function 吗？还是就它是不是一个就像 functional 的这个 programming？它的 object 是一个，就是可以是各种形态，它可以是 primitive type， 可以是比如说 integer， 然后字串，或者是也可以是 resource， 然后也可以是复杂的那个 data structure， 可基本上都是资料，就是每个 object 都是一坨资料。OK， 好，了解，谢谢。好。那还有问题吗？没有的话，就到最后一段咯。好，那其实这里很快啊，就是好，最后讲的介绍的是账户系统，可是这里其实能介绍只有 Apple 的账户系统，因为 Sui 的账户系统他们又更早期，他们现在还没有很明确的说他们账户系统会是怎么样的。就是会提供哪怎么样的功能，然后会有怎么样的机制，对，那所以这里其实讲的主要是 Aptos 的账户系统。那在讲账户系统之前，就是要讲到identity 跟 security 之间的关联，就是在现在大部分的区块链啦，就是像以太坊吧，那最常见的这个账户就是直接就是 private key public key 的 pair 嘛，就是你创了一组 private key public key 之后。那你 private key 你就要自己保管好，因为这个东西是你之后以后发交易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用这个 private key 去签章嘛。那这个 public key 经过 hash 之后，就会是你的地址，也就是说，或者是像在 Solana 上面，直接你的 public key 就直接是你的地址了啦。对，反正总之就是这个，就是 public key 是让这个其他人或者是这些验证节点去验证说啊，你这个就是认定说资产存在哪个地方的一串值。然后 private key 是就是你的你的权限，那你要发送交易的时候，你就要用这个对应的 private key 去签章嘛，然后这个验证节点就会去验说，哎，这个签章跟他看到这个 public key 是不是有吻合？那如果吻合的话，才会让这笔交易就是可以执行。对，那在这样子的 model 上面，你的安全性跟你的 identity 是绑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你。如果有一天发现，哎，你这个私钥好像不小心之前就是我电脑被 hack 好了，那所以我这个私钥有可能有泄露，或者我这个助记词可能有泄露，那这个私钥助记词不再安全了，所以我可能必须要把它换掉。那你要把它换掉，你就必须把账户换掉，因为就是这个私钥跟助记词就是对应到你，直接是对应到你的账户嘛。那所以这样子的使用体验其实对于开发来讲还 OK 啦，就是反正就是简单哦，我私钥公钥就直接对应到一个账户，这样子挺简单的。可是对于这种比较主流的使用来讲就不那么理想，例如你在这个账户里面因为现在大家可能越来越注重你在区块链上面可能会做很多的交易，你可能会买一些 NFT，或者是你可能会有些像 soul bounded token 嘛，就是说这个 soul bounded token 它可能是一个类似 NFT 的存在，可是它里面存的这个资料其实代表说你在这个区块链世界里面可能做过某一件事情，或者是你完成某个课程，我就发给你一个这个 soul bounded token，
所以代表你这个有这个 认可，就是你完成了某个，例如说区块链课程等等的。对，所以其实你的 identity 应该是要累可以累积的，或者说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哦、你可能有一些朋友，然后这些朋友彼此跟你之间有转账，或者你玩了一些 Web3 的社交 app， 然后你这个两个地址之间有这些互动，互相发讯息，或互相 follow， 互相设成好友。那这些东西如果你在这个私钥遗失的时候，你这个 identity 就完全抛弃掉，你所有这个 soul bounded token 也就是不能保留了，你就是全部就是改头换面，完全换成另外一个身份，那这件事情就不是很合理，也不是很好用嘛。就是你就变成说你在区块链上面很难累积你的这个 credibility， 对啊，因为以后如果有一些就是纯链上资料的一些保险或借贷好了，他可能就是要看你这个一个账户里面累积了多少历史嘛，我才能知道说你这个账户可能多可信。可是你如果你的账户就是时不时就要完全搬家，时不时就要整个就是换到另外一个地址，那对于这种长久的使用就是挺不好。所以现在其实比较新的区块链网络大概都有把这个 security 跟 identity 拆分了。对，那也就是说他的账户里面的私钥应该要是可以 rotate 的，就是你的这个地址应该要跟你这个控制这个地址的私钥应该要是 decouple 的。如果你发现你这个私钥有外泄，或者是有可能电脑被 hack 等等的，那你就把私钥换掉就好了。可是你账户地址还是同样的一个账户，那这个才是一个感觉比较合理，就是比较长远的一个账户系统嘛。对，那至少 Aptos 有这样的设计啦，就是说 Aptos 它有支援多签，就是 native 的多签，然后它有支援就是可以就是rotate 这个多签的这个私钥。例如说你一开始可以把你的账户设计成一个4 of 6，也就是说在这个账户里面有注册了六把公钥，可是只要有四个其中四把公钥对应的签章，那你就可以发送交易，就是4 of 6的多签。然后哪一天你发现你想要把这个账户改成就是5 of 8的多签也可以，那你就是反正就发送个特殊的交易跟 Aptos 这个账户讲说，哦，我现在想要重新注册一些新的公钥，然后把这个原本这些某些公钥移除掉，这件事情 natively 在 Aptos 是可以直接做到的。对，那所以目前还没有宣称说它的账户系统会怎么设计啊，可是应该也会有类似的设计吧，因为现在其实比较新出来的链大概都会有这种把安全性跟就是账户的 identity， 就是账户地址去做分隔这样子的设计。对，那这是 Aptos。 好，这部分有问题吗？好，没有的话问一下，他这个是 用到不同的这种这个加密的一些技术吗？还是说因为传统我们原来的这个账户是由私钥去导出这个公钥？对，那现在你说这个私钥和公钥可以 decouple， 那它这个 是另外一套这个加密的 scheme 吗？对，其实没有，它其实没有用什么特殊的这个密码学的机制，它其实是这样子啦，就是他在链上存的资料，例如说这个，好，现在用这个右边这个例子好了，就是在某一个 Aptos 账户里面，他一开始这可能是一个一 of 二的多签，也就是说他里面有两把 key， 这个账户里面注册两把 key， 只要有这个任一把 key 对应的，就是任一把公钥对应的私钥有签章，那这个交易就合法。对，他可能现在存的资料是就是这个账户是这样子设定的，那实际上它在链上存的资料就是把这个 public key 加上这个 public key 加上我现在希望这个账户是 e of 2，所以加上一个数字一，加上一个数字二，就是 e of 2，就把那个 m of n 的 m 跟 n 分别都放上来，所以公钥一，公钥二，然后一，然后二。把这整串东西拿去做一个 hash， 然后把这整串东西的 hash 存在这个账户里面，所以它其实蛮简陋，就它没有用什么特殊了不起的密码学了，它只是就是把这些资料，把这些你想要怎么去设定你这个账户
的这些规则都直接把它就是全部写好之后 hash 放在账户里面，然后当你发送一笔交易的时候，你就要把刚刚这个全部的这个设定、哦、就是包含公钥一、公钥二跟一跟二这两个数字全部都传，就是都传到链上，就是你用这个账户发一笔交易的时候，你就要跟矿工讲说，哎，我这个账户里面的其实我的这个权限设定是这样子啦，就是有这个一号公钥、二号公钥，然后一 of 二这样子，然后你就拿其中一把私钥去签一个签章，所以你就把刚刚这些设定，公钥、公钥一二这个设定搭配着你的这个签章，全部发上链。好，然后再来矿工会做的事情呢，就是他会把你刚刚给他讲的这个公钥一、公钥二，然后一跟二这个数字全部串在一起，再去做一次 hash， 看跟这个链上存的这个东西，一开始存在这个账户里面，这个他们叫做 authorization key， 就是看这个 authorization key 是不是一样。哦，一样的话就代表，哎，你现在并没有骗我，就是你现在这个你跟我讲的这个账户的 config 的确是存在链上的这个账户的 config。好，那我确认你的 config 没错之后，我再去看，哎，那你现在这个签的签章是不是有满足你刚刚讲的这个 config？ 因为你是一个一 of 二的多签嘛，然后你又告诉我这两个公钥分别是这两个嘛，然后你那个签章给我了之后，我就验证啊，的确满足这个其中一个公钥的这个，对，就是满足其中一个公钥，那哎，那这个 transaction 就成功，对啊，所以这样。有理解，它其实没有用到什么特殊的，就是像是什么 multi part computation， 就是它并没有特殊的，就是哦，我用什么某个私钥签一部分，然后把它把两个签出来的东西，然后再去做某些运算，然后最后直接可以在链上验证，而是它把这些所有的资料全部都写到链上，对，所以就是蛮土炮的，可是会 work 这样子。那所以说，如果说要换私钥的话，是说把原来的 key 把它替换掉，然后你就另外一组的公钥私钥塞进去，就可以当做是换私钥。对对， okay。 所谓的换私钥，就是你就要把它，你就要把重新这个新的 config， 你不只可以换私钥，你还可以把刚刚 m of n 的那个 m 跟 n 全部都换掉。那你就是把新的你想要塞进去的这个公钥，加上新的可能。公钥一可能想要换掉，你换成一个新的公钥一，好，你就把这个公钥一放进来。公钥二你不想换，所以公钥二就还是旧的。然后你还是希望它是一 of 二，所以就是新的公钥一加上旧的公钥二加上一跟二这个数字全部串在一起，算出一个 hash， 然后就跟这个账户讲说，哎，我现在想要把这 authorization key 呢换成新的这个 hash， 然后它就替换成功了，这样。对，所以你的 config 就变了。哎，可是这样的话，如果说我的公钥私钥被盗了，那那个骇客他就自己去把这个 key 把它换成另外一把他自己的私钥，那这个账户不是变他的了？对啊，可是这个东西不管在怎么样的账户系统里面都会有一样的问题，所以你就是要抢快嘛，就是应该是说你知道你账户好像有可能被盗了之后，那你就要在骇客就是去改你账户之前，你要把这个就是权限替换掉。你只要赶在他之前把权限替换掉，那你就安全就没事了，因为你之前泄露出了那把私钥，你已经知道泄露出了那把私钥再也没办法控制到你的账户了，所以你只要一替换掉就 OK 了。对，可是当然如果你替换的比他慢，你的账户的资产还是有可能就已经被他抢走了。对，可是至少你如果比他快的话，你就可以 确认你以后高枕无忧。可是如果是在 Ethereum 上面的账户，就是你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你赶快赶在他之前把所有的资产都全部搬走，对吧？因为你知道那个原本的私钥可能已经遗漏了嘛，那他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他都可以把那个私钥拿来去就是去抢偷你的资产。而且就实际上来讲，好像前阵子那个 Phantom 或者应该说 Solana 上面的那个账户被 hack 的事情，就是那个 hacker 他其实那个等于说埋伏了一段时间吧，他其实收集到了很多的私钥的前一阵子都还没有真的有动作，因为他要确认足够多的这个受害者已经上钩了之后，他再一口气把大家的资产抢走，要不然他就会他如果他收集的私钥还不够多，他就先收网，那其他人就会知道啊出事了，然后其他人可能就
把资产移走了嘛，对吧？所以其实通常他获得私钥到他真的拿私钥去做事，其实中间可能会有个时间差啦，可能为了他为了自己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吧。那你如果在这个时间之间，前面之前你就先把这个就是你这个账户的设定换掉的话，那你就安全了。OK， 了解。可是我在想说，会不会对骇客来讲，他如果真的要盗你这个账户，他更简单了，因为他其实就是第一步就把这个私钥换成他的，然后接下来他就慢慢把这里面的资产慢慢的一笔一笔的再拿过去。所以你说比较起来是他，如果是其他的账户要盗资产的话，他本来就还得可能发送很多笔交易，把一个一个 NFT 搬走，然后把一个一个这个 Fungible Token 搬走，现在他反而可以更快，对啊，直接取而代之这样子。对啊，也是有可能有这样子的问题，也是有可能就是有这样子的缺点。OK， 好，谢谢。有两个人，好，刚刚看好像 James 先举的，啊，请说。哦，我想请问一下 ，Aptos 跟 Sui 有支持账户抽象化吗？嗯，账户抽象化，你指的是什么？就是不一定要 EOA，就是不一定要有私钥的那种地址才能触发合约去更改data storage， 那个就是合约自己也能透过 callback 去更改，或者定时去更改合约，去更改那个 storage。 有，应该说至少 Aptos 有，所以这个部分他还没有特别的讲说他到底会怎么设计。好，那 Aptos 他做的方式是他叫做 resource account，就是它有一种特殊的 account， 它是等于说用 resource 的存方式存在。那这个 resource 它可能是可以属于一个合约，可以属于一个账户。比如说我账户可以去控制另外一个shadow account， 然后用那个 shadow account 去做一些操作，这件事情是可以做得到的。对，那个 resource account 可以做的事情是跟一般 account 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一般 account 可以做的所有事情 resource account 都可以做得到。了解，是叫 resource account。对，然后是只有账那个普通 EOA 是不能碰到 resource account 吗？还是只有智能合约可以碰 resource account？ 都可以碰到 resource account， 都可以。对 ，OK， 好，谢谢。好，嗨，我想问一下，可以请你分享一下在那个钱包上开发的差异吗？因为像 Aptos 的话，可能就一个用户可能，一个账号可能多把私钥。那在钱包的开发上，跟传统的以太坊会有什么差异吗？还是说其实没差，就是多存几把而已？应该说它可以支援多把私钥的话，那它也可以就是退化成一把私钥。对吧，就是它也可以，就是它可以，你如果想要用最简单的方式去 operate 它，它也可以跟 Ethereum 一模一样，也就是说一个就是一个账户里面就只有 exactly 一把公钥，就是一把私钥。对，这件事情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只是说它有更多的弹性啊，就是你可以去多私钥。那如果就以我们的使用方式来讲的话， Blotto 的方式的话，因为我们在每个链上面都是做多签钱包，所以反而对我们来讲这个会简单很多，方便很多。在 Ethereum 上面，我们要达到多签钱包的做法就是我要做一个智能合约，就是说这个钱包本身要是一个智能合约。对，那所以我就可以在智能合约里面去实做就是我任何想要的逻辑嘛，所以包含多签这样的逻辑。对，那当然这件事情有好有坏，弹性比较大，可是它的这个成本也比较高，不管是在之后执行交易上，或者是说在就是创建账户上，就我这边Blotto 这边要创建一个 Ethereum 账户，其实是要 deploy 一个合约的，那所以当然就比那个一般的像 MetaMask 拿的成本会高一些，因为一开始创建的时候就会有成本。那所以其实新出来这些链，他们如果本身就是天生就已经有多签的机制，然后天生就有这种就是私钥可以替换的机制来讲的话，那对我们来就是对我们来说要做一个完整的Wallet operation 其实就简单很多了。对，像刚刚讲就是这个 identity versus security， 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只有我们在讲，就是这件事情应该是说，
现在大家慢慢有意识到说必须要把这两个东西分拆开啦。然后还有像是 Vitalik 也是整天在宣传说，哦，可能他觉得这个 social recovery 是一个很好的机制嘛等等。哦，对，但 social recovery 你要做到也是必须要有多签的，就是或者类似多签的这种机制。嗯，对啊，那在某些像 Ethereum 上面你就必须要用智能合约才能达到这样的机制。可是在新的链它都是原生的账户系统就已经有这样的机制了。哦，好，了解。欸，那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有提到在 resource oriented 上比较不容易写出 bug， 那我好奇就是在，欸，这个语言哦，resource oriented 语言，像有 OTFirm 嘛，像 Solidity 有蛮多的，那这边有吗？嗯，有啊有啊有啊，也有，也有，所以也是，只是说对。对，然后其实蛮因为 Move 还蛮红的啦，所以我应该说 Aptos 或者是Sui 还蛮红的，所以其实有蛮多的 other firm， 不管是以前本来就已经很有名的，或者新出来专门专攻 Move 的，都还蛮多家的。像至少我们现在就已经有接触到四家有在就是做 Aptos 上面的 audit 的公司，然后还有一家是原本在其他链上就有的，然后哎现在也开始做就是 Aptos 的，对，所以有是有。OK OK， 好，了解，谢谢。我再问一个问题，嗯，那在传统的这个区块链是由私钥导出公钥再导出账号嘛，对不对？嗯，那现在这个 Aptos 的账号等于说就是跟这个私钥是 decouple， 跟公钥也 decouple， 那它账户系统这个账号是怎么出来的，是怎么产生的？好，它目前的设计是这样子，只是他说他也有可能会改。目前的设计是说他的地址是由初始的公钥算出来的，也就是说，例如说我这个刚有讲到 authorization key 嘛，就是说我如果我这个账户一开始，我现在这个账户一开始就是设计成这个 E of 2的多签钱包，那我一开始要创建这个账户的时候，我就要把这个1号公钥、2号公钥加上12这些设定跟他讲嘛。然后这个全部这一整串资料全部hash 完之后得到就是一个 hash value， 那个 hash value 就是这一个账户的 authorization key。 目前它的设计就是它直接拿初始的 authorization key 当成这个账户的地址，所以可是当就是对，所以你账户初创的时候你的 authorization key 会跟它地址是一样的，可是之后你在 rotate 掉之后，它的 authorization key 可能就变了，因为你可能把公钥换了，或者把这个 config 换了，就是原本你要 E of 2现在变成2 of 2之类的。哦，那所以 authorization key 就换了，可是它地址是不会变的。对，所以它现在目前是说它的地址是直接用它的初始 authorization key 来当成它的地址。可是它也说这件事情其实是只是暂时是先这样子做了。那它的地址跟 authorization key 其实不必然要有什么关系，它也可以直接就是一个就是 random 给你一个 serial number 之类的，就是例如说你第一个创的账号，它就直接把这个一拿去 hash， 然后就算出一个 hash， 然后它那个东西就是它的地址，第二个创的账号就是二拿去 hash 得到的结果，对啊，就是它也可以这么搞，就是它目前是先用 authorization key。那这样子的话，比如说像我们要导那个把私钥导进那 MetaMask， 我就只要把私钥给他，他就可以把我的账号就在那个 MetaMask 上面可以用。那像这样子的话就不行啊，对不对？对对，所以你在导入账号的时候，你除了要跟他讲说你的私钥是什么，你还要跟他讲你的地址是什么。对，就是，哦，这是 decouple 的。对 ，OK， 所以导入不能只导入私钥，或者说不能，那他有这个所谓的助记词的这种体系吗？也是可以做到啦。然后对于大部分，应该说就是这也是一个，应该说他有这样的弹性，他可以做到刚刚这些什么替代私钥，替代就是替换公钥啊什么什么的。可是目前大部分在这个 Aptos 上面做的这些钱包，
比较就是 extension wallet， 像 Martian wallet 或者什么 Pontum 之类的，其实他们都是把它缩减到用到就是最跟 MetaMask 一模一样，也就是说他私钥，他用助记词好算出了一个私钥，然后私钥创建出一个账号之后，他永远都不去 rotate 那个 key， 永远都不去 rotate 那个公钥。那他不去 rotate 的话，那你这个同样的助记词再去就是导入到你现在假设重新安装，然后同样助记词在导入的时候，他又得到同样的私钥啊，然后还有他又可以再算出同样的这个地址。那对，所以应该说现在已经开发的几个 extension wallet， 它其实都是把它退化成跟 MetaMask 一样的用法了，所以它就可以提供就是重新导入助记词这样子的功能。对，可是之后可能会有其他更进阶的，就是钱包，更进阶的钱包，或者是比较复杂的钱包，像币斯，我们就会设计一些不同的机制。那这样子，刚刚提到说，如果我私钥掉了，我再换一把私钥，那原来那把私钥，那骇客知道了，所以我就可以用那把私钥导入刚刚我们讲到的那些钱包，然后就可以，不是就可以又得到那个账户的那个权限？没有，可是那只是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去换过 key 的话，就是你私钥导入之后，你可以算出这个公钥，然后这个公钥上面的那个就是是不是有对应到某个账户呢？是看那个，如果那个账户刚好都也没有从来没有换过公钥嘛，那你这个私钥就还是可以控制同样那个账户。哦，所以他可是他已经换过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哦，你这个私钥导入进去之后算出来的一个地址，然后可是你去查那个地址，你会发现你这个私钥没办法控制那个地址，因为它里面注册的这个公钥已经被替换掉了。哦，所以它有一个地方是注册这个公钥，它这个账户是有一个对，在账户的存储里面，它会就是会记这个 authorization key， 就是它会知道说现在到底哪一个公钥可以控制这个账户。对 ，OK， 好，了解，好，谢谢。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是，那像这个Move的这个语言，它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个 formal verification？ 哎，对，没错，就是它的语言的设计，它比较有一些局限了。那也因为有这些局限，所以它可以做到 formal verification， 没错。然后其实他们就已经有提出来一个 formal verification 的框架，叫做 Move Prover 吧。好，反正就是对，就是 Move 的这些 function 是可以去做 formal verification 的。对，那这样子验证上其实也是比较方便。OK， 所以它其实以后就可以整合 compiler， 直接就可以做到这个事情，自动。对对对。OK， 了解。好，谢谢。好 ，James， 你有没有推荐什么project？ 就是现在在 Aptos 跟 Sui 上面，你觉得比较有趣的，然后你觉得其他区块链没办法做出来，可是用他们的科技是目前有在尝试做的好玩的 project？ 目前没有目前啊，所以这东西太新了。对，目前 Aptos 这个生态系是这样子啦，就是大家都在上面重新造，就是把其他生态系上面的东西在这里面重建一次，所以现在有好多的项目在这边做 NFT Marketplace， 好多的项目在这边做 DEX， 然后还有像是 Staking Service， 然后 Liquidity Mining 等等的，就是整套东西在 Aptos 上面都重建一次。那目前我觉得第一波应该也会是这些东西吧，就是他们先建立了一些基础建设，然后先把这个生态系的这个 TVL 先拉起来了之后，那其他人才会更有动机去在这上面做一些特别的东西，就是更有运用到 Move 的东西。对，那目前说实在是没有。那现就是非区块链像钱包那些呢？就是没有那么链上的东西，像钱包还有比较偏向使用者操作那些东西，你有知道什么？
比较有趣的吗？钱包最有趣的就是我们了，没有其他钱包就是都是做的跟就刚刚有讲到，就是其实就是做的跟 MetaMask 一模一样的机制了。那我们在上面就是也是重建了一整套的，就是像是这个一开始用户创建的时候先用代管，就是他用 email 注册，然后我就先把他管这个私钥，他事后如果变成一个进阶用户，他又可以再转变成自管的账户，也就是说他在手机上面可能可以重新创建一把私钥，就是跟 MetaMask 或者 Trust Wallet 一样的流程，他去重新算出了一把私钥之后，我就把他的账户里面的原本属于我帮他代管的这些key 都注销掉，然后把他的 key 放进去，然后从那一天起他就变成一个资管账户了，就是我们有做这种就是从代管转变成资管的这种流程。那这件事情如果你这个 key 是没办法替代的，那这件事情也不 work。例如说像 Formatic 就是 Magic Link 嘛，它也是一个代管私钥，就是它你可以用email 然后用 OTP code 然后就可以创建一个账户，它也可以转成自管模式，可是它所谓的转成自管模式就只是把它 server 里面存的这把私钥交给你的，然后叫你好从今天起你好好的把它保存下来，可是你没办法验证说它的 server 里面存的那把 key 是不是真的有就是删掉嘛。对啊，那如果他就是很坏没有把它删掉，那他未来都还是可以动用到你的资产。对啊，可是如果是这种账户本身可以替换的，那你就可以从链上去验证说哦，他真的这个 wallet service 未来一定不可能可以动用到你的资产。对，然后其实我们有接触到蛮多的团队是想要在这上面做一些游戏啊 ,GameFi 啊或者是 social app, 可是目前都还太早。对，因为这个主网说实在还没上线。然后对于这种要做比较进阶应用的这些东西，他们都还是需要等一下，等到这个主网就是运行了一段时间，他们确定这个 TPS 够稳，然后不会出 bug, 然后他们才会真的就投入更多的资源去做。那现在第一波在做的都是一些比较基础建设的东西。了解。你们有做 social recovery 吗？我们目前还没，可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规划之中。对，我们目前是有做一些，就是一些 recovery 的机制，就是用户可以用可能多装置 recovery, 还没有做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朋友、亲人加进来，然后 social recovery, 这目前还没有做。对，可是是可以做得到。那 Aptos 的那个账户系统是不是能做到 social recovery? 是它的多钱？可以。对对。其实应该说 social recovery 它的技术他们已经是内建了吗？多钱而已。对。就几乎已经是内建，只是换一个玩法而已。对。了解。好，谢谢。对。你用它原本的账户就很容易做到 social recovery 嘛。例如说你可以好，你可以把你的账户设成可能two of four, 就是你有四把注册了四把公钥，其中有两把公钥签章就可以发送交易。那平常呢，你就是用你这两把，其中两把公钥就是你自己拥有的，就是你自己拥有两把私钥，你也可以把它分拆在两个不同的装置上，一个是电脑上面有一把，然后手机上面有一把，所以你要发送交易的时候，两边都要签，然后你就可以发送交易。然后当你这个可能其中一个装置遗失的时候，你另外两把这个公钥，可能其中一个是你妈的，一个是你朋友的。那你就叫他也帮忙签一下，然后搭可能是你妈加你朋友就一起签，或者是你的其中一个装置搭配你妈之类的，就是那你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的 recovery。 对啊，所以其实它的技术基底就只不过是多签而已啦。对，只要你能够支援多签，你就可以做到 social recovery。 了解，谢谢。好， EJ。 嗨，我是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 flow 链上的缺点，然后有被 Aptos 或是 Shu 发现，然后拿来改的更好的地方？有，可是主要不是技术上，主要比较是 grow ecosystem 的方式上面有一些缺点。例如说 flow它一开始太中心化了，就是它的那个 deploy 合约，就是在好一阵子，就是主网上线的第一年吧， deploy 合约都是要官方审核，那所以这个东西就局限了它上面能够长出来的应用的数量嘛。
对啊，那像是 Aptos 跟 Sui 他们就是从第一天起就是 permissionless， 就是一个就是 decentralized 的方式，所以他也才能一开始就有这么多的应用就已经在上面建了嘛。对啊，所以比较技术上好像还好哎、欸。哦，或者是像 Flow 有一个很 奇葩的设计啦，就是他把那个节点运行就是在他把节点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就是因为你在发送交易啊，在打包跟执行的过程中，其实是有不同的事情要做的嘛。就是一个 verification node， 它可能第一个它要先收集这些交易，收集这些用户想要发送的交易，再来它要选出其中一些交易，把它打包成一个区块，然后这些区块决定出来之后，它要就是开始执行这个交易里面实际上写的这些交易的内容，然后最后要验证说这个交易的内容是不是正确嘛。那 flow 上面就是把这个每一个步骤都拆成一个不同的节点，所以在 flow 的网络上面就有五种不同的节点。那当然好处是它可以对于每一种节点就是的工作内容去做一些优化，例如说执行交易这件事情就是 deterministic 的，就是你只要交易的内容已经确定了，那你不管谁来执行交易，照理来说都应该要执行出一样的结果嘛。所以执行交易这件事情不需要太去中心化，只需要可能少数的几台很高效能的机器就够了。可是在打包交易这件事情，就是就是像总共现在铺里面，就是网络上大家总共发了10000笔交易，可是你只能打包100笔，那你随便选100笔都是一个合法的打包方式嘛。可是到底哪一种，到底最后要选哪一个打包方式，那这个东西就是比较仰赖共识。所以这种事情就是很简单的工作，可是需要更多节点参与。所以他就把每个这个不同的步骤都拆成一个不同的节点，然后每个节点就会有可能不同的这个 spec， 不同的技术那个机器的要求。那当然这个好处是有啦，只是就会把整个网络变得很复杂，所以他们就是常常也会遇到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因为就是这个把自己搞得太复杂了。对啊，那在 Aptos 跟 Sui 上面就没有这样子的，就是没有尝试这样，就没有再去尝试这样的路线。了解。谢谢。好，我想再问一下哈，好，就是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账户系统，对于这个哈维瓦里会不会是一个 challenge？还是说会不会是一个哈维瓦里可能以后不再需要的一个应用的这个区块链？的确是会是有一点 challenge， 因为这跟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我是不是拥有助记词、拥有实钥就可以算出地址这件事情是有关的嘛？对吧？就是因为我先在以太坊上面是我知道助记词，知道私钥，助记词，然后衍生算出来私钥就会算出地址，所以反正我重新 import 这个助记词，我就可以就是得到同样的地址嘛。这个在 Ethereum 系列的这类的链上面都是这样子。可是像是在 Flow 他们就有遇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你现在账户设计的很弹性，里面的这个私钥公钥其实跟这个地址可能是 decoupled 的。所以就会变成你在这个可能重新可能装置第一次就是 Ledger 第一次设定的时候，第一次开一个 Flow 账户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是之后你如果有去做一些更改做一些操作，那你这个你要再去跟 Ledger 讲说你的地址是什么，那个就是签章上面就变得比较复杂。对，那 Flow 已经有遇过这样的问题， Aptos 应该也会再遇到一样的问题。的确是对于硬体钱包的设计可能就会需要再变得更弹性或灵活一点吧。OK， 了解。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Aptos 或者是 Sui， 它有没有针对 AI 或者是 Edge Computing 有做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设计？目前看起来是没有目前对，而且应该说 Sui 跟 Aptos 他们现在有一个被诟病的点是说，他们要让这个节点其实的。这个需要的硬体效能都太高了，就是所以它会有一点中心化。那他们也有在 propose 说，他们可能之后要推出 Light Node 啦，就是一个就是你 verify 的时候，你不需要 verify 就完整的内容，然后你不需要真的去执行完整的交易，可能就是你就是拿一些 proof， 然后就是去
有一些基础的资讯就够了。可是目前都也还没有来弄，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要用一些比较运算能力低的东西当就是节点的话，其实就目前做不太到。欸，目前他们的节点是 permission list 吗？还是说要他是用什么样的？是 permission list， 对，是 permission list， 对，他是基本上是你要有一定的 token 的量，就是你只要能够准备到那个就是 run 一个节点的 threshold 的那个 Aptos 的 token， 然后你就可以去注册一个 pool， 你就是去跟他的那个链上的那个 governance 合约，就跟他讲说啊，我要注册一个这个 pool， 然后你就然后同时你把机器 run 起来之后，这个机器上面也会有他的这个 identity， 有他的账户，然后你在这个 pool， 就是你这个 token holder 人你就可以去注册说，好，那我现在想要哪一个机器，哪一个地址 run 在哪个地址的这台机器来帮我 run， 就是 operate 我这些 token， 就是我要把我这个 token 压在哪一个节点上，就是这些东西都是 permissionless 可以注册的了，对，然后任何人都对啊，任何人都可以注册，只要你手上有 token。OK， 所以它的 consensus 也是 proof of stake。对。OK， 好，了解，谢谢。EJ， 我是还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想要更熟悉 resource oriented 的语言的话，会推荐从 Flow 的 Cadence 入手吗？还是就是可以直接开始玩 Optus 跟 Sui？ 我觉得从 Flow 的 Cadence 入手会比较简单。一方面是因为 Cadence 它是一个更 high level 的 language， 就是Cadence 它写起来很像那个 Swift， 就是对，那所以你比较就是应该说语法上啦，就是都看就是会用起来会比较简单，学起来会比较简单，然后再加上因为 Cadence 它已经上线一段时间了，然后该遇到什么问题就是都有人遇过了，所以你可能比较容易找到资料。那 Move 的话，它的好处是说它的关注度更高，所以资源这里有一个 Awesome Move， 对，这里，对，你可以从这边当成一个入口了。然后这里面有一些什么 Move Book 啊，什么东西，就是你要学 Move 语言，其实资源也是蛮多的。那讨论度很高，所以有各种资料。可是它目前就是一个比较新，就是还没有真的上线运行，所以像现在所有写 Move 合约这些人也都才刚学可能几个月而已，所以对啊，所以能够有参考的这些东西就少一些，对，所以各有好处啦，我自己会推荐可能可以先从这个 Cadence 下手。 OK， 那如果像 Aptos 还没有一些比较好玩的应用的话，那 Flow 上面有吗？Flow 上面哦，Flow 上面的应用都还蛮奇特的，就是说好玩是还蛮好玩的啦，可是就是应该说 Flow 上面都蛮多人在尝试一些很奇形怪状的玩法，例如说就是 NFT 持有 NFT 啊， NFT 组合啊，像是有一个 app 叫 Flowvatar， 它就是你可以有这个角色本身是 NFT， 然后这些配件本身是 NFT， 你可以把这个帽子戴在这个角色上面等等的，就是这个是 resource oriented programming 的一个比较容易可以做到的一点，就是 resource hierarchy 的 resource， 就是一个 NFT 里面又持有另外一个 NFT， 或者一个 NFT 里面持有另外一个 fungible token， 这件事情在 Ethereum 上面就可能达成，那在 resource oriented programming 里面就比较容易达成，对，所以有人去搞这些有趣的东西啦，只是这些东西就还是很小众，就是真的可能也只有 developer 会觉得它有趣吧，对玩家来讲好像还好。OK， 好，谢谢。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我这个 slide 等一下也会分享出来，然后
如果有兴趣的话，我目前是还没有创那个 Sui 的开发者社群啊，不过有 Aptos 的开发者社群，然后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这边交流，就是我们定期就会分享一些 Aptos 的 update 啊，或者是一些就是上面的这种各个技术的分析的文章啊等等。好，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那就这样咯。好，感谢大家，大家也辛苦了。那讲了两个小时吧，大家辛苦了。好，那辛苦了，谢谢谢谢，真的是太感谢了。一次搞这么热门的东西，真的是，而且讲得好清楚哦，真的，把一些这个历史都描述得非常的清楚。谢谢谢谢。感谢，对，就开一个头啦，就是这里面其实有太多的资讯了，那也很难说就一口气就全部都可以介绍的很完整，不过就对开一个头，那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看这个上面的几个连接来去找到更多的资讯。OK， 那我也跟大家顺便广告一下，之前你有在 DeFi 读书会也有报告过那个幕府，跟大家分享过幕府。对，所以如果想初学幕府的话，你是不是建议说就是看你那段那个 video 是一个最好？可以啊，对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对，就是对于 move 或者是对于像是 cadence 或者 resource oriented programming， 这个我好像对这个传教过几次，所以可以应该都有一些 video 可以就是可以重新参考。OK， 所以那段的幕府基本上在 Aptos 或者在 Sui 上面还是 OK 的，都可以。我目前好像还没有，我还没有就是怎么讲，就是一个做一个小 workshop 或者是一个 demo app with Move， 我有做过 Cadence 的啦，就是 Flow 的 Cadence 的，对，不过它其实大部分写起来也是很像，对我之前有做 Flow 的，那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就是我有做一个就是合约搭配一个简单的小前端，然后你怎么样可以把东西就是整个串起来，对，那个是 flow 的。那我们之后应该也会做 move 的吧，可是目前还没有。OK， 好，谢谢谢谢。好，那如果大家没问题的话，今天很谢谢李轩这个精彩的分享。那后续可能再麻烦你把那个这个投影片的连接也贴上来，我想应该很多人会想要加入这 Aptos， 看起来 Aptos 和 Sui 是真的是一个 Ocean 的 Blockchain 啊，对啊对啊，还蛮有趣的，而且他们也就吸引了蛮多的关注的，对，我是还蛮看好的。对对对，这样听完以后真的还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个 blockchain， 把之前 blockchain 的一些问题其实真的都有想办法去解决，对，很好的，对，很好的 blockchain。 好啊，那我们今天读书会就到这里。好，好，谢谢，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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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拜拜，拜拜。